比赛来到九局的下半，这个时候呢，中信兄弟的手背大风吹，刚刚代打的黄俊麟上场守左外野，那张仁伟来守三垒，一垒则是王振顺，投手丘换上郑凯文来把守最后一关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中间方向位置很深远，来到了警戒区，但是呢，又是禁手套。哇！张兆元怒吼了一声：“为什么飞不出去？”这是两个好球。打到了右半边，一垒手出去接，抛给补位的投手。嗯。王振顺跟郑凯文的配合也默契十足哦。到第九棒的林嘉宏，这场比赛首次来站上打击区，今年球季.244打击率。哦，有机会哦。有，越过了游击手的管区形成安打。哦，这一棒反向攻击打得漂亮。嗯。有上垒有机会。只会有一些稍微的一个转变哦。打第一球是曾子佑，看起来要形成最后的出局数了。中间方向的再见击杀，结束了这场比赛。中场，中信兄弟在台东球场以8-1七分之差来击败台钢水银团队，收下了6连胜。那德保拉则是拿下今年球季的第8胜，而且是个人的8连胜啊！从5月14号对上魏全龙到今天9月3号，是拿下了个人的8连胜。